朋友们，这就是贵州省的青岩古镇啊。今天到了古镇了啊，古镇，这就是青岩古镇，在贵州省啊。哎呀，进来了啊，看看古镇里面，大城门楼。看看啊，这地方，啊，首届中国金牌旅游小吃啊。啊，这个这是什么古镇呢？青岩，太像了。古镇还是挺干啥的，这大石条、大石板啊。那杯子更好看，看真好看。里边的看，也可以看看。这浆果茶，头回见着，哎呦，各种不甜的，不甜的。六种不一样的口味啊、哦、这你们强辣的、哦、来，有的说辣，有的说不辣，但是吃起来又香又脆。哎呦，辣的，里边都是花生。看，不是，这是麻，芝麻有花生，有核桃粉酱合在一起的。是啊，行，可以吧？看多少，古镇转一转。古镇这里边啊，这地方猪蹄子最多少钱一斤的？他们猪蹄子他们怎么带个大骨头呢？25。这怎么带个大骨头呢？这两个有大骨头啊。不干活了啊！不干活，小孩。给他买生包，他就吃上。萝卜干，朋友们，赵公啊，吃赵公吃这小孩。看这浮雕，各种各样的酱料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酱不错，看老房子。大排坊啊，这大排坊，大石条，整石条抠的。看，这就是城门啊。魏婷，这是城门，定广门。啊。我走上去一个人都不熟悉，没什么价去你啊，我们赶紧给他买西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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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找人水啥个，我感觉我能等几年就来。你这都是我想给你说话，你死我操，没开始了。哎呀，那就没死，没死了，我都买西瓜嘛，那我也装。这边又是个大牌坊，哦，又一个大牌坊。我们到了，今天到了贵州啊，贵州贵阳市这块有一个啊青岩古镇啊，我们来这古镇转完了，今天啊，转完了以后，今天来做饭吃饭啊，看看车友今天烙的小酥饼。嗯，酥饼不容易做，不会做一般做不了，它必须得有那个啥油酥啊那些。嗯，看，嗯，喝起来了啊！今天来贵阳啊，看看贵阳，贵阳市啊，贵阳市啊，
贵阳市。我肖哥一块用。这不，我们今天要聚起来做的小酥饼啊，人家兄弟家做的小酥饼，这是。啊，看。看我们这来这聚上了，吃起来喝起来。哎呀，来喽！看看这菜。朋友们，啊，我们今天从这个贵州啊贵阳市的青岩古镇出发了啊。